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唱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十分钟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想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他的不就是我你那么不得美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拍成爱你的形状。Yeah.